哈，大家好，我是梅花，好久不见。首先来感谢各位让我突破维持了2年的1000订阅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可是很抱歉的是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，所以一些回馈活动啊，比如说宝石抽奖会稍微延后。这部影片呢，是除了是这次 BLOTOX 新造型表情回放之外，也是一个 Q&A， 就这样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我的表情制作回放，这次造型真的很多，谢谢大家。